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下一首第八首偈啊。又放光明妙庄严，畜生无量宝莲花，其花色相皆殊妙，以此供养与祝福。啊，这个四句。第一句里面，放光，意思都懂得了啊。放光呢，用现代的话呢，也可以说是影响啊。它影响呢，有多大的空间，有多长的时间，都用这个来代表。也可以解释啊，这是看在什么地方你能够啊体会得到啊。我们中国人讲气氛氛围，外国人讲呢磁场啊，都可以用啊放光来表示。看用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怎样去体会它？此地的庙是庙好啊，庄严是佛教里面的常用的一个名词啊，万德庄严，在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讲呢，就是美好啊，佛法了成庄严，这个那这里面包含的意趣跟境界就非常非常的广泛啊。我们看看它下面一句怎么说的？畜生无量宝莲花，这个也是表法啊。无量是多啊，莲花颜色之多，确定不是四种啊。大家常念弥陀经，弥陀经讲四种颜色啊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。那么讲的这四种颜色呢，就代表无量的色彩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他讲的这四种是不是现在所讲的三原色啊？所有一切的色彩啊，都是三种色彩交配出来的啊。连白色也是的啊，我们这三原色的时候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黄色的、蓝色的、红色的，啊，它青色青光就是蓝色的，啊，红黄蓝三色啊，啊，白色是它跳出来的，啊，所以由此可知，世尊在经上讲的这个四色，是就是代表无量色。
宝在此地代表呢永恒啊，因为我们一般的莲花了，它是草本的，这个花了有开有谢啊，花开花谢无常的啊，就是有生有灭了。如果我用宝做的莲花呢，它就没有生灭了。譬如我们用黄金做的莲花啊，用翡翠来做莲花啊，那么这个都是我们世间人讲的七宝啊。经上讲的琉璃就是翡翠，经上讲的玻璃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没有现在人用的玻璃啊。经上说的玻璃是什么呢？现在讲的水晶，所以它算七宝之一啊，不是我们现在普通的玻璃啊，是水晶，就水晶透明呢，跟现在的玻璃是一样的啊。古时候讲玻璃就是水晶那么用这些做成的莲花呢，它就不谢了啊，没有这个花开花谢的这个现象了，是的比喻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因此我们这个世间人呢，听了佛在经上这么说啊，也用这些七宝啊做成莲花了来做供养啊。那么这些供养一定要知道，是不是佛菩萨喜欢这些呢？给诸位说，不是的，佛菩萨还要喜欢还有讨厌的，那他是凡夫，他跟我们一样啊。啊，他是用这些方法来教我们。啊，教我们，如果天天给我们讲，天天纠正我们的错误，我们会听了啊，厌烦。啊，你太啰嗦了啊，会起反作用啊。因此教学用艺术啊，这是最理想的，也是最有效果的啊。花代表什么呢？这因果教育啊，植物先开花后结果，花开得好，果一定会结得好；花开得不好啊，果实不一定呢就能够结得好。啊，所以它代表因果教育。啊，这个要懂得。啊，可是花里面呢，唯独莲花很奇怪。花还没有开，在长成的时候，花里面就有莲子，花开的时候啊，莲子就成熟了。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因果同时啊，在这个植物里面所有的花的时候都是先因后果，唯独莲花了是因果同时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啊，所以佛用这个来代表因果教育，提醒我们啊，啊，因是我们现前受报的时候啊，这个果啊，受报的时候。果中有因，
啊，我们受报的时候，会起喜怒哀乐、爱恶欲，会起这些情绪。这个七情里面有善的，有不善的。啊，如果善的多，将来感的果报啊，人天福报啊。如果善少恶多呢，他感的果报啊，就是地狱恶鬼出生。佛菩萨要天天这样讲，我们听了你说讨不讨厌？啊，那他用这个来表法的时候，不但你不讨厌，你还喜欢欣赏他。在这个里面一看到，马上就想到了。啊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这是果报啊，我们的起心动念呢，就是业因。那么造业因的时候，起心动念造业的时候，起心动念是意业，已经在造业了。如果表现在言语里面，就是口业；表现在动作上，就是身业。啊，六道里面的果报，啊，有苦有乐，有忧有喜。都是由善恶业因所感的，啊，你要明白之后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不是环境给你的。怨天尤人这个错误的观念呢，你自然能放下了，啊，这个放下了，对自己来说，无论在德行、在修养、在智慧福德，都是大幅度的提升。啊，如果不知道，随着业力流转，那我们在六道里面就每况愈下了。一世不如一世啊！啊，所以这种佛用这些方法了，来给我们时时刻刻提起警惕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，很好教学方法啊。那么尤其是用宝莲花，宝不止一种。啊，一切珍宝啊，都可以把它做成莲花。啊，那么这个出生是在智慧啊，妙庄严智慧啊，你才能把它造出来。造得非常之美观，让人家见到时候都能生欢喜。莲花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啊，所以莲花在佛教教学里面就变成一个标志啊，像商品里面的 mark。商标一样，在佛门里用的最普遍的是莲花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法轮啊。第三种万字，万字是代表吉祥的啊。这个是有大福德的人，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万字是三十二相里面的一种相啊，一般人就胸口没有啊啊。你看佛转轮圣王，他这个胸口有个万字
这是表吉祥啊，也表示呢他做事情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啊，事事如意啊，他表这个啊，这个都是修来的啊，不是幸运得来的啊，生生世世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才有这样的相好。莲花，你看看，它生长在池塘的，泥底里面，啊，池塘底是泥沙了，泥呀。污泥呀，啊，那个土很肥呀，所以它长得好。啊，它的茎在水里面，花呢开在水上面。啊，那么这个也是佛用这个来表法。把这个污泥啊代表的是六道，六道是非常不清净啊，哎，但是莲花也从这里生啊，啊，那个佛呢，佛是六道众生呢成就的啊，六道众生不要有自卑感呢，要认识清楚啊，认真修学你可以成佛啊，所有莲花根都是在污泥里面生出来的啊，这个意思好啊，茎是往上面走啊，在水里面，水代表的四圣法界，四圣法界是清净心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见思烦恼啊断掉了，也就是说用华严经上来讲呢，事处事法那一种执着啊统统放下了，不再执着了啊，在这个世间什么都好，他能随缘，放弃自己的成见。那我们要问，那人家一个善的是很好，他是个恶念，他造恶呢好不好呢？也好，那你善恶都不分了，善恶确实是不分的，那人不是糊涂了吗？不是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道理很深啊！啊，深在哪里呢？善有善果啊，恶有恶报啊，因果报应不是简单的，肯定与过去生中有关系，也肯定啊与来生后世有关系，它不是偶然的。他行善有过去的善因，他造恶有过去的恶缘，一个心地清净的人，他生智慧，他绝不感情用事，他该造这个业，他该受这个果报，这是他的事情，佛菩萨没有他的办法啊。佛家说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
佛菩萨帮不帮他忙呢？帮助，只能在旁边呢提醒他。他要能觉悟呢，这就回头了；不能觉悟的多啊，不能觉悟怎样呢？阿赖耶识的给他种了善的种子，这帮了他忙。但是这阿赖耶里面这个善种子这一生当中它不起作用，来生后世再遇到佛法的缘分，可能它起作用啊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佛菩萨不断的实现，视线就是不说话了，做出好样子给你看啊。我们有恶念，他没有恶念，哎，做出样子给我看呢。我们有不善的言论，他从来不说别人的毛病啊，我们身体常常做错事情，他身心清净，做出样子给我看啊！啊，看久了啊，人就觉悟了。哎，还是他做的对，啊，发现自己错误了。如果没有这个样子，不是常常在看。自己永远不能发现自己的错误，这就回不了头来呀！所以祖师大德劝导我们啊，学习啊，学佛，佛是什么？你要搞清楚。学佛学什么？啊，菩提心是佛了，这佛心吗？学佛就是学真诚。你说我们需不需要用真诚处事待人接物？学佛就是学清净，要不要清净？学佛就是要学平等，学佛就是要学智慧，学佛就是要学慈悲，我们有没有？啊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。所以佛讲啊，你本来是佛了啊。现在人很多人不懂啊，佛是什么都讲不出来呀。啊，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啊，佛陀、菩萨都是印度话啊，和尚。也是印度啊，啊，僧鞋都是印度啊，什么意思呢？真正懂得、能讲得透彻的人，确实不多啊。啊，古大德用最简单的词汇给我们解释，啊，佛是什么意思？佛的意思是智慧，是觉悟啊。那么学佛就是要学开智慧，学佛就是要学觉悟，觉而不迷呀，这是佛了
啊，菩萨是什么呢？菩萨是正在学觉悟的人，啊，他的智慧觉悟还没有达到圆满，成菩萨。大道圆满了，就称作佛了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啊，和尚是什么话呢？我们中国人称老师，印度人称和尚，不过这个里头还是有一点差别。这个老师直接教导我的才称和尚，如果这个老师不是直接教导我的啊，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，学校老师很多啊，有很多老师并没有上我的课啊，那跟我们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啊，直接教导我的这个老师称和尚，没有接触，没有不是直接教导我们的，我们中国人习惯称法师啊，不是直接教我的啊，在佛门里面称阿舍利啊，不一定是直接教我的啊，所以这个里头有这么一个差别啊，这些名词说语意思你要搞清楚搞明白，然后你就晓得佛教是教育，佛教是教学，不是宗教啊。那我们今天上课要披着一件衣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纪念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天天呢教学，就穿这么一件衣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件衣呢当作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个礼服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衣服也表法了，表一切平等表多元文化，它里头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是表不同的文化，啊，但是大小都一样，就是平等。啊，现在人家多元文化了，就它代表多元文化。啊，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学习不能够分族群，不能分宗教，也不能是分不同的文化啊，我们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一视同仁啊，都欢喜学习，这就好啊，你的智慧才是圆满的啊，圆满的智慧才能解决多元复杂的问题啊，没有圆满的智慧你就感到困难了啊，问题摆在面前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决啊，所以佛好学，没有一样不学。年轻的时候你看他啊，从19岁到30岁12年啊，当时印度啊学术界宗教界里他全都学了，真叫广学多闻呐，都接触到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了啊，这个里头你也晓得不能解决
终极的问题。啊，所以佛说他那个不是究竟法，啊，也就是说不是究竟的智慧，不是究竟的方法，啊，他要求圆满，求究竟，啊，最后的时候给我们表演的是放下，彻底放下，啊，这一放下障碍没有了，啊，自信里面的智慧的能透露出来了，这就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成佛就是成就究竟的德能，圆满的智慧，你能解决事出世间一切问题，啊，这就出来教人了。真的到他老人家出来教人的时候，你看他来求学的学生，他不分国籍，无论哪一国的人都欢迎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学派，不分宗教，只要你愿意来学，通通收。啊，同学们，现在很多人念《地藏经》，那这个《华严经》里面也都说到，啊，他的学生当中有印度当时学派的那一些专家学者，有宗教的领导人和传教士，啊，在佛经里面常常看到啊，啊，并没有说是，啊，你要把那个放弃，你要跟我学佛，不是的，啊，所以佛教是教学，跟任何学派没冲突，跟任何宗教也没冲突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是智慧，是科学，所以方东美先生当年介绍给我的时候，佛是大哲学家，佛是圣哲，佛经是高等哲学啊！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我从这个地方入门的啊，所以莲花代表的是出污泥而不染。啊，你看莲花根生在污泥里面，不是花不染污泥；茎在水里面也不染水，它开在外水上面。啊，水上面代表什么？代表一真法界。啊，它把污泥代表六道，把水代表四圣法界。啊，水上面是一真法界，这个比喻太好了。让你看到这朵莲花呢，你就晓得啊，它告诉我们什么深处说，告诉我们放下执着，执着是污泥，放下分别，分别是清水，超越十法界，告诉我们这个，简而言之呢，对一般人来说，中下根性来说呢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因果同时，
跟我们讲的是什么？因果教育。所以跟上根以上的人讲，高等的哲学与科学，这个意思多好。啊，那我们要做这个啊，用七宝来做这个莲花，要智慧。光明是智慧，要很好的手艺，这个手艺是妙庄严的。啊，你才能做得出啊这样好的艺术品。啊，所以它是里面有教育意义的。啊，七花色相皆殊妙。这个色是光彩，相是相状。做得太好了，像真的一样。啊，但它不是从水里头采来的。啊，它是用七宝制造的艺术品。啊，跟真的莲花的惟妙惟肖。以此供养与诸佛，那么这个地方供养诸佛意思就深了。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是佛，他是佛，我也是佛，我们都是佛。啊，这怎么供养法呢？对已经放下的人，啊，这个佛在经上讲得很详细啊。放下执着，就叫做阿罗汉。执着是六道的因，执着放下了，六道就没有了，啊，你就超越六道了。放下分别呢，你就是菩萨，比阿罗汉高了。放下妄想啊，本来就是佛。不断地叫你放下了，莲花供养已经放下的人啊，你看他对阿罗汉，阿罗汉放的只三类烦恼，只放下了一大类，还有两个没放下。莲花供养他，提醒他还要放下。菩萨分别执着都放下了，妄想还没放下。这都是劝他了，你还继续不断地要放下了，再往上提升呢。对于诸佛如来呢，这个花供养的时候啊，是佛用这个莲花了去度众生啊。让众生见到这个莲花了啊，他就明白了，就觉悟了。啊，所以你看看佛菩萨手上拿着莲花，两只脚站在莲花上，是不是那么喜欢莲花的？不是的。这个要知道啊。站在莲花上不好过，哪有站在平地上舒服呢？啊，这个道理啊，你要懂，
它是表法的。啊，它是教学，是表法的。啊，你要不懂的时候，哦，你真的是买几座莲花供，搁这个供养佛，以为佛欢喜，啊，讨他的欢心，他保佑你，你完全错了。啊，佛是怎么保佑你？是用这些表法提醒你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诸佛了，诸佛等级就多了。我们真的是诸佛了。不是假的啊，那我们也是一朵莲花了。我莲花在哪里？在物理里面想不想超越？想超越先要出物理啊，根是在物理里面的从这里面长出来的，你要向上啊，这意思很深的，你不能向下了啊！你在六道里头，我你是六道，六道你向上，不要向下啊。那么向上，一个是清净心，一个是善心啊，心啊要清净。要平等，要真诚啊，行要善啊，善是随顺性德无论是义是善啊，古大德很慈悲，把它很具体的一条一条的写出来教导我们，像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啊，十善业道经都是随顺心的啊。我们今天打开弟子规好像感到很困难，这不容易做到啊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啊，没有出家，还在这个公家机构里头上班，刚刚学佛啊，有一个长官啊，那阶级很高啊，他也学佛，有一天给我谈到啊，十善业道啊，是好啊，太不容易做到了啊。那当时我还没有能力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啊，我是刚刚初学，他已经学了十几年了，那真不容易做到啊。现在我们晓得十善业感应篇弟子规是自己本来具有的性德，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，不是祖师大德制定的叫我们守的，不是啊，是你自信的性德，你的本性本善就是这样的啊。那现在为什么现在你因为迷失了自信把你的信德扭曲了啊，把你的智慧扭曲变成烦恼，把你的信德
扭曲了变成恶业。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词都不善，啊，扭曲了。啊，把你的相好啊，扭曲变成你的痛苦的这个一生的受用，扭曲了。啊，哪里是圣人的制作？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才真正体会到孔子所说的“述而不作”。啊，他一生所学、所教、所受用的，都是古圣先贤传下来的，他自己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，啊，都是叙述前人。释迦牟尼佛啊，一生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。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疏钞开题》里面说了一句话：“释迦牟尼佛一生也是述而不作。”清凉提醒我们呢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发明？没有。有没有创造？没有。他所说的是什么？都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，啊，他有，我们大家个个都有，只是啊，他不迷了，啊，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所以性德完全流露出来，啊，我们在迷，我们不觉，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一点也没放下，所以把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啊。通通就贬值了。现在我们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呢，是如何把它再变回来，就这么回事情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那么莲花对于我们的供养意义就更大了。所以佛祖啊，这祖师大德了，时时刻刻叫我们不要忘记莲花了，这个非常有道理。前两个星期，有个同修啊，送我一包啊，钱币，人民币，啊，5毛的，我还分了给大家，很难得。这个钱币的另一面呢，是一朵莲花。图案的采用莲花，啊，那一面呢就是五角，啊，是中国人民银行，好像是2004年发行的，啊，他特别送来给我看，啊，那我们看看香港这些钞票。都印那些奇奇怪怪的，啊，哎，印莲花都好呢，啊，让我时时刻刻能看到莲花。用莲花的，像佛教是很普遍的，好像其他宗教也有。啊，好啊，啊，他取这个意思啊。用这个来供养供养祝福，特别是供养在迷惑颠倒的这些祝福啊，对他们来讲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啊，
常常想着清净。啊，想着因果。啊，这是两个最明显的表现。然物，这个然净两边都放下。啊，然物放下了，清净不放下还不行啊，停留在四圣法界，你到不了一真法界。啊，然净都要放下，你看净都要放下，那然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你才真正的清净心。啊，如果你还是执着，好像这个，哎，这个坏事不能做啊，要多做好事啊。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啊，坏事不做呢，不多三恶道。啊，多做好事，三善道。这个不究竟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善恶两边都放下，恶事决定不做，善事要做，做的怎么样呢？做的不要放在心上，就像佛菩萨一样，做而无足，无足而足。啊，我为了要得善好的果报才做善事，这个善事。这个善心不清净啊，你能不能得到好的果报？能得到啊，你不能得到最殊胜的果报啊，天天做好事，做一辈子好事，自己不求果报不享受福报，有福都供给大众去享啊，特别是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啊，我有福报啊，给他们享，自己不享，决定没有求报的这个念头，这个心就清净了，这个心才能够超越十法界呀、啊！啊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像莲花了，开在水上面的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有很多句劝导我们呢，要像莲花一样啊，不着水呀。莲花在水上面不着水。善恶两边都要放下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并不是说善就不要做了，那你就错了，恶不能做，善要做，善要做的时候不要有善的，不要有做善求报的念头啊，那个要做什么？你应该做的嘛，是你自信信德的流露，你想《弟子规》上条条都是心的流露，你要不做，你的心的隐藏在里头，永远被障碍，流露不出来啊，那流露出来之后呢，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你要晓得你什么时候成佛了，弟子规也究竟圆满的做到了，那就是佛啊，是你信得了圆满流露啊，感应篇究竟圆满的落实了，信得圆满流露啊有一个基础，或是感应篇的基础，或是
弟子规的基础。到究竟圆满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设无量无边的法门全都在其中。你不要看轻啊，弟子规又何尝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呢？你真做到了就成佛了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去读坛经，你看看六祖大师慧能，他不认识字，经教没学过啊，听五祖仁和尚给他简单扼要的介绍金刚经，不到一半，大概三分之一，他彻底放下，就大彻大悟啊，悟后他的思想言行啊，处世待人接物，佛家的三句境界，八万细行啊，你讲这个弟子规这个感应篇，他哪一条没做到？条条都是究竟圆满的落实，自信的嘛。所以我们看到做不到，要想到我们的性德被烦恼习气压住了，这是很可耻的现象啊！为什么人家留住水，我这个统统被压在这里？这是真正的供养啊！供养与祝福。现在时间到了啊，今天我们就学到